好、哦，你一样的把上面这个标题的范围一样先选到，选到了之后呢，哦，一般的同学我们都会先到这边来了，上面这个油漆桶这边先找找看了，哦，青色如果可以呢，找找看有没有在这边，哦，那么呢，如果没有的话呢，再到我们里面找找看，哦、啊，这边的话呢，比如说我在这边找到一个青色辅色五了，再往下找。较浅80%，哎，就找到了，在这一个，对不对？哦，各位看到了吗？我的滑鼠现在已经指到它了，青色辅色五，较浅80%这个。好、哦，如果还找不到的，你可以看一下我黑板，哦，我的滑鼠现在已经指到它了。好嘞 ，OK 啊哈，这样子就上上去了。好、哦，第四题很快的，我们就把它解决了。好，再来第五小题，他说呢，请你把表格的第一栏的部门资料填上黄色哦，那更简单。但是他说哦，那个部门的那个标题哈、哦，不要上到哦。哦，简单来讲就只有这边啦、啊，各位你看一下。它简单来讲就是把这几个选到就好，从行政部啦，哦，从行政部选到我们的人力资源部，从行政部啊选到我们的人力资源部，哦，这边啊算是部门哦，部门的这个栏位选起来之后呢，把它上黄色就可以了，哦，所以这些基本动作呢。哦，主要是告诉各位，未来各位的资料表你完成以后呢，都可以做一些适当的美化的动作哈、哦，让你的资料表呢更具有视觉化的效果。但是也不用用的太花俏，建议各位也不用用的太花俏哈、哦，哎，甚至它还有那种，我们只要设定一下，它马上就帮我们上色，都有。哦，那么呢，我们这个呢都属于基本的操作哈。哦让各位稍微的了解一下。好，接下来，哦，他说呢，哦，我们呢做到第五题了哈，第五小题了哈，第六小题呢，好、哦，第六小题的话呢，请注意喽，第六小题的话呢，他说啊，请你把表格的数值范围，所谓的数值范围哈，就是说有数目字的范围啦，我们这个资料表里面呢、啊。有数字的范围，其中哈、哦、不含哦，不含这个合计的这一栏，不要管它，合计的这栏不要选到哦。其他的有数字的范围的，他说呢，凡是小于50000的，凡是小于50000哦，不含哦，不含50000哦，哦，小于50000的，一律呢用红色填满。哦，用红色的填满格子啦，填红色的意思哈、哦，格子填红色，文字变白色，所以简单来讲就是红底白字啊，红底白字哈、哦，来，只要小于50000的，一律变成红底白字。来，各位我们看一下怎么做。第一步呢，请你把范围选到，从 V10 这一格，就是有数字的范围。从 B10 的这一格一直到 F 哦 F 哈，从 B10 的这一格一直选到 F 的16，各位看到了吗？哦，合计的这一栏不要选到哦，合计的这栏不要选到哦，哦，从交通费选到出差费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简单来讲呢，就是从 V 的 V10选到啊 F16 哦，选到 F16 就是各位现在所看到的这个范围，记得合计这栏不要选到，因为它合计那栏好像有另外的设定哦，不管它，反正呢我们先把范围选到好了，来选到以后呢请看哦 OK 了哈，来范围选到以后呢，我们要怎么样让它小于50000的变成红底白字呢？来，请往上看，范围选到了以后呢，请到上面来，找到样式这个面板了吗？
在样式的这个面板，各位找到了以后，请你选设定格式化条件给电媒体。像这种是有条件的，我的条件就是要五万以下的哦，所以呢，这叫做条件的设定哈、哦，设定格式化的条件。下来，请你选第一个醒目提示储存格规则，有了吗？顺着它过来，请你选第二个小于告牌点，看到了小于，呵，改掉了去。这时候呢，是不是出现一个工作表了？啊，出不是工作表，出现一个功能表了。来，左边的这一栏，直接把它打上，删掉以后打上五万。小于五万嘛，所以这边打上五万。红底白字呢，来往右看，当我们所选到的范围如果真的有小于五万的值，请它显示为右边，是不是这个栏位啊，格式的栏位哈，来把它点下去，有没有？找一下红底白字有没有，里面是不是都没有？所以请各位选制定格式进来，请各位选制定格式进来咯，找到了吗？好，点进来，红底白字怎么设？同学，红底白色的字要怎么设？字型进来，字型的标签点进来，色彩这边选白色，红底白字嘛，白色的字之后呢，你到填满，填满的标签进来，请你选红色的填满，这样会了吗？填满的标签进来选红色，字型的标签进来色彩选白色，到时候就是变红底白字、哦、好了以后按确定，好，再按确定，哦，电池又没电了。好，等边要去这样点着嘞，好，到旁边随便找地方点一下。同学检查一下，是不是只要有红底白字的地方，通通都是小于五万的、啊？这样子以后呢，以后你的资料表如果做这样的设定，是不是很清楚？你就可以马上看到哪些数字，哪些是你呢？哦，那么。在条件设定之后，它可以马上的清楚的显现出哪些是你呢？哦，小于你的条件的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马上看到研发部的会议出席费呢，就小于五万；销售部的也小于五万，哦，较强了哈、哦。人力资源部的也小于五万。好，接着下一题，那请各位呢把下一题做一下，第七小题做做看，你有了第六小题的经验哦，来，你把第七小题做做看，一样是那个范围哦，一样是刚刚的那个范围，他说请你呢大于或等于十万的个十百千万十万，只要是大于等于十万的，请你用绿底黄字，绿底黄字，来，请各位先做做看，一样是刚刚的那个范围哦，不含哦，不含合计的那个栏位不含哦，哦，合计那个范围不要选到哦，哦，就是你刚刚选的那个范围，哦，那么呢，请你呢把大于等于十万的，把它变成绿底黄字。请各位做做看。